早上的9:15，来看看今天我们大龙蔬菜水果行情表。现在芒果产季，你看没有？金黄芒果好大一颗，金黄芒果这么大一颗，19块一颗啊！来看看这边的芒果啊，芒果真的是现在好便宜。今年是芒果盛产期啊，今年是芒果盛产期，金黄芒果14块。艾文芒果3斤100块，30多块一斤。艾文3斤才100块钱，这边的芒果1斤19块，哦，这个芒果都非常便宜。你看这艾文芒果1斤19块，这个边品质是比较糟糕，比较有黑点，这边没有黑点。黑枣6粒50啊。西瓜昨天1斤17，现在1斤18。昨天我买的西瓜啊，这艾文芒果49，大颗的49。小颗的19啊。我到这今天的水果行情，这个是大龙水果，现在芒果的畅销季啊，这大概19块一斤啊，非常非常的便宜。那么今天是我们社会机构开放的第二天，社长跑来采访一些这个蔬菜水果的民生价目表给大家看看啊。19块啊，金黄芒果这个艾文芒果19块，这是大龙市场的那老市场，看看新市场那边的钱。